좀 되게 좀 저기 제가 저기 제가 이 뭐지 저 담지에 얘는 야단들랑 얘는 이 미셔 좀 대단한 인도지에 가서 좀 예수로 되네 손에 대가 나가 가든지 쉐기 되듯이 내가 나름대로 어디 뒤집어도 무슨 좀 되게 좀 최세 이게 되는 거 아니 뭐지 최 담지에 얘는 야 다네 랑게 레게니 미셔 좀 로진 되는 인도 간다게 리본지 미셔 나오는데 최기 되는 심지엔 가는 나름대로 봤다 디지지 비보바 도바르 교지 가즈 조라지르 루나라지니 나디가 노비지 모즈 사원님 루나가에 나가는데 메저르 노가르 문즈바가에 바한데 나누지 나바다마 고니 나메지니니 아달로미 메음지 오모다 제저르 주게 조라 조조바노 고니 조라 두지 데베니 요바니 나메지니니 간다 주주동 이제 나한테 일로 좀 가고 이제 이제 왜 이제 나에게 달로 좀 좀으로 매야 응, 좋아하고 일하기 전에 마사지하기도 하고 이제는 또 강간대전 나오는 가만히 제발면 뭐 다음에 뭐 아무 그런 뭐 터지면 이제 주변이 이제 뭐 가거든요. 나 맞아라 저거 그러면서 너가 막아라이 줄이 좀 나와 이 말이 좀 좀해 주더라면 마음에 잡혀 잘해서 아니 내가 하는 일을 영원히 세워도 주실래는 뭐 제외도 먹고 내서는 뭐 그런 뭐 잘라 찬스로 뭐든 저런 거 좋아하는 거 지금 군이 주는 집에 있는 질려고 이제 그런 집에 내저 주지 그분 재미 도지 경화를 저 받는 사람 말하면 이제 나가는 말하면 거린 집에 관해 주는 구성들이 무릎 잘도 서로 나도 어머니들이야, 삼아로리야. 응아도 들리시와당. 되니? 아니, 산주, we can, 인주산, we can. 아니, 산주디, 쪼부용의 면함시아인. 大家早安，因为今天是周末，所以也祝大家周末愉快。나는신기하다인터넷라이브웹캐스트신기엄청잘해관한수임이다들이위망부치공신이민자俺弟弟就是在端前江苏里那样，也在那怎么着修业。所以啊，也有很多的法友也在同步的观看这个网络的直播。那么今天大家也是在休息日，所以也同时祝你们周末愉快。아들이깨는게왜신이인사대좌임깨는게왜신이인제말제대로땜피수사받는데깨는게왜신이인지모르겠는가리기자왕의말을거기서바샤대회도천주기론을줘볼까되는게왜신이인때문에자대돔니대바다니여와디채와수승인때문에탐도배는응아이신이인때문에주시해봐대라당부교회신땡그배태반의숨대롱다르바드빼와대라롱네파바두발에로마상보라마군대대다라마케바단다도되면지시신의개배연이되는주시의송소파바개동발에게니들시주스바스바치고라나메베안타브트로베상천중오브트로상겨울대비당부니도교회신이달라니브르체템브르체니구로장시의송소르바니탐제개바토베간사의최진 교지 교회 신이 땡겨버려 담자
人家一操作过几百张没，搞不通，操作过几百张没写不起来，写完你是去别别就送去上街行，你到别别让上街行，天气天气呢，大家做不上街，做不了接不了，算那么多一星期就别，操他们这耍过，这耍不他们几位新人来了两百钱的，牛毛把的，细节就别，这把他们这帮个，这帮个他们几位新人来了两百钱，别呢。给我心里那么久没了这就让给他们这边上手了这就给我的我出去不能给你也不得我的了别谈不现在那么久没了这边是让给我们那么多的可多的恰多的让给他们那么多的可多的恰多没的恐怕去没事吧第四心不行心不能就是这些都让他们没安排也让他们没成熟给他们说怎么上给你上手让给他们提不起给我心里面那肯定没地方的那么多的肯定没地方的那么多的可多的kādi rāsāgī lāṅdā chārdāo yu, lāṅ kēdā rāyā gīvē shīnyīnā nīmdā tāṅ rōnā, lāṅdā nōrdōdā kōrdōdā chārdāo mēgā tamsī kēmī chōngkē duchīmbā yūrī dēdāyāng, bēnchūngi nāmdā rā gīvē shīnyīnā pārū duchīmbā lāṅdā jībē lāṅ kēdā būsīyā sū, bēnīvā shīnā jībē sācōnā chūmgūmā龙卷的年数冲到有了，肩膀这么多年，长了年数没有，基本有点些成熟给那么多兄弟，算那么多一些措施，他们这些肩膀冲的多了，肩膀的这个肌肉性也慢了，冲棍的这个那个那么多，牛毛把的，气度的龙卷的时候，肌肉能冲到有，电池少，最多有在这里，牛毛冲棍上的两年就能给着，电池少点，最不济，这松松肩膀的这个肌肉性也那么着呢，肌肉能没错。电池少，没事吧？他们这边中，有的这么就太多了，白酒跟那么多了，确实是不少了。他们这边给外新人的，送啊些送啊的，给你们没有那么多了，给外新人那么大家，他们这边那时候，全部的给外给嘛到我先送送。别送吧，现在确实不给外上，年半年吧，从我们新都修建，怕个没钱吧？去年都清完，去年你一千万就了，年半年的天白酒一天个清不了，就是这些的，快外加做了给外，年半的这给外新人们呢？坦白去给出生的兄弟亲呀，靠你都亲，靠我运气去，在这里交完资本没问，最破的亲们就原来他们家老子有那么没本，谁在里面写送书？天哪，你把他这位给亲戚带不着呢？靠我家最破，两年了这边刚说进不了，在这里东部这边到来，给我亲戚靠我出进不了这边呢，你把他不写送书，这边呢难干呢，爹妈你把他给我亲戚带不着，给我亲戚你带不着哦。那么今天继续这个解脱庄严论的课程，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第三节一止善知识之理。首先进入正文，住缘即是善知识。如是虽然具足了圆满的所依，但如果没有住缘之善知识的彻立，由于以前速速串气恶习和习气增盛之力故，将难以取入菩提道，因此应依止善知识摄诵理由以及其类别分别各自之法相依止方法与功德五摄宣说善知识。其中首先需要依止善知识的理由有三，即校正理正和譬喻，即校正圣般若摄诵云，贤善弟子因恭敬上师，恒时依止诸智者上师，何以故？由此诸生智者之功德，般若八千颂云：如是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正觉故，应先于诸善知识清净依止供养成事。理正就是理正有法欲证得片之果位的普特迦罗，然后立中你必须要依止善知识，以因自己不知即知进障故，如三世诸佛以同频喻，如圆觉佛亦频喻。宣说其意，我们要获得圆满佛果，就需要集集一切福德和智慧所摄之粮，比集集方法要依赖善知识故，需要断除一切烦恼和所知摄之障，比断除之方法要依赖善知识故。譬喻善知识犹如行于陌生路途时的向导，或犹如前往危险地域时的护送者，或犹如渡越大河时的船夫。宣说第一个譬喻，行于陌生路途时，如果没有向导，就会有迷路误入歧途或者漂泊之余，若与向导结伴，就不会有迷路误入歧途或漂泊之余而虚耗一步的抵达目的地。如是取入菩提道而前往圆满佛地，如果没有
向导办的大乘善知识就会有迷于外道之道，误入声闻歧途或漂泊于缘觉道之余，若于如向导般的大乘善知识结伴，将无有迷路误入歧途或漂泊之余而抵达遍知之神，得生转云，善知识者能令人波罗蜜多之道故，犹如向导宣说第二个譬喻，在危险的地狱有盗匪猛兽等种种的伤害，若前往彼处时没有护送者，就会有生命和受用出现意外之余，若与强大的护送者结伴，将无有意外进入菩提道后，及其福德和智慧资粮，并前往遍知之城。若没有如护送者般的善知识，则如盗匪般的内在分别烦恼与外在的魔焰导邪，将有劫掠善法财宝和斩断善趣命根之语。此亦如云：此烦恼匪众得逞，劫夺善，亦断善命趣命。若未远离如护送者之善知识，则不会失坏善法财宝，也不会断绝善趣命根而变达而抵达遍知之城，得生转意云：菩萨之一切福德为善知识所守护，不动由波以本是品云，诸善知识护送我等前往遍知处故，犹如护送者宣说第三个譬喻，在渡越大河时，若无船夫即便登上舟筏，也不能抵达彼岸而将没于水中或被人被水冲走，如果有船夫以彼金钱，即可抵达彼岸。如是在越过轮回大海时，如果没有如船夫般的善知识，即便登上正法周法而行，也将没于轮回或被轮回之流冲走。此亦如云：若无执桨者，船不至彼岸，虽圆妙功德，无时无解脱。因此若一直如船夫般的善知识，就将抵达轮回大海彼岸之涅槃陆地。此亦与圣华树庄严云庄严经云：善知识于轮回大河中做救度故，犹如船夫，因此应当一直犹如向导护送者和船夫般之善知识。各位信人以往的洗礼，各位信人所需给我的，各位信人三千不能代表情绪什么的，各位信人三个准备过的，各位信人龙舟准备过，天大家让给哪个不能加的，让来谈不不的三个的三千不能代表情绪什么的，单边女版妹妹。给我心里叔叔给我的电报让来给这边拍摄打算的，给我心里三千步的那边钱就是把电报的女报，让错了全部眼睛的那张的，给我心里三个女报的电报的女报，让三千步的那张的，给我心里龙就做不过的做不过的电报的女报，太大的洗礼让了挺看见的，大家来当不来的你们不管了，就是给我心里恐怕能电报的协同啊怎么没办没办了，给我心里叔叔给我的这个，他也送给准备让那我的这个，给我心里恐怕那不得叫我觉得，天哪，哪个亲戚话呢？哪个亲戚话呢？给我心里叔叔给我一呢，给我心里媳妇的亲戚些把他三个值班那把你帮完了，帮不送上班，天班那把你安排，你是不送上班？给我心里就不啥下班那边成就上班弄的，啥上班准备把那个帮忙的，你是几里数？啊，天班的。对啊，三千八，现在那边就是什么呢？现在是网住了，俺那边吃了网网，这些都省得了，有些都来的，电话都没办法，没那么多准确的，一些都吃了网网，对了，吃了网网的，其实这边这些都那边牛，牛说省了网网的，等你其他那边，其他那边是顶着了，要么叫牛，有些了网网视频那边，有些什么就抱着牛，像别牛吧，来了网网的，看不到啥东抓的，进来的，那个不行的牛啊牛，来那不行的叫牛吧。给我了我们上天的那些用处没那么行的，对面看是给我的女的，第二天那个第一年被玫瑰包没把了我们的杀了说吧，去了说不了没了有女包，没了我们其他人对吧，行的大的先给就不用说不了，没了对不起，对我们把出女包准住了我们的身体女包起来，准住就准住八的对女包一起了我们的缺的对的也被自己的包包呢那拉不起他的心不看包去了我们的记录记什么的，是不是他们在了名字吃的一个错现在现在给到了说不去那边想其实送这个叔叔给的就没什么用是成本钱女包给我心里叔叔给我心里讲你得给的电报让他洗的电报让他你的电报他了当不成就是被杀了他了那么给的电的成就是不给我心里那么他们这做不了银本这个家的也看见成就是被出的电报的像就是没点点忙的对吧，刀把的点把的，这些硬着把的点把的，米子把的点把的，水把的点把的，你用是没叫我，一把的吃给吃完的点把我先送说，你把你多的给嘞，家些提出不完的，送一天，你对吧？你那里像就是什么，对吧？喷出一些钱，
시송디마도테베템바자세바시릅제베시에게테숨제바디부탐벨레지식송원어바디꾸니뇽모바디남바라창이츠니이테관은유테마고수바르제스베쩌바르주바디따브라게시니티젠튜라케바디제주스베뜨슈수소가제미동시송티보시미튜라케바디제주스베돈바디템바테데베게시니에네 嗯，代表他们了，孙子，古代的人就过来，吃点点嘛，苗把都可别过来，吃点点嘛，都猪把的年代也过来，吃点点嘛。唐伯了，你了，古代吃点点嘛，吃啥嘛？牛都当完，都驴都把的，狗啥吃的，东西是不拿上给微信，吃点点嘛行。怕不东部这边多了，也给微信到了，我把没把去，第几去些呢？给微信呢，通话搞中国搞，接我搞些送送。人就吃点点嘛，吃的准备三两个的，马家的点的，你就随便的。 놀라서 여지기 류다 쏘라미다 개베신이 닝구르 잡아 빼나 파고 따도 개베신이 지다 담바신 빈중근 남달리기 상계기 천주데 개베신이라 름주 제베 토보시에 송수 메바다 규베치다 담바네 개베신이라 상계기 류시라 지게 숨베 까미 잡아 메바다 규바다 당화게 바다 빼나 빈진 나로베 개베신이 지다 담바신노 갸웨 유므리갸 큐기 개베신이는 낸데도 규바 개버차 팡버차 라도 당화르차 오시에 송수 Saya gevesini kita gevet coba yang pernah gebo me nandrasino. Juba de nindi ini korang citer tembani gevesini de cila tiba de samba de kompasum juga korang juba de nindi tu coba de gevesini coto niapa dingjua ino tederin tu degil tembaci cikai tembar juba de dia semni anda kuat sih je sungso gevesini korang sange topur jadi penjung nandali gevesini korang cina sange cincu topur sih sungso gevesini le cincuwa de yang jawa de ngunci jusun sange cincuwa de dia 조알라는 전주 기술도 되면서 우실라라는 내변 뒤시대 철은 맹기 뒤시대 개회신이는 맹변 뒤시대 철은 내대도 냠술래 반 내초 내 여러촌 뒤시 개회쇼 죽라네 내 급업도 보도 내 십뒤도 보도 내 독신도 비견 방어 개회신이 때문에 편현이 변주가 남달래 여기부 개회신이 양다 무슨 비 전주서만 연소도 미동어 给微信的用户是全球什么地位超过了的民众，给微信的用户是讲全球什么的，提不起不确认没到过，给微信的一样大部分是全球什么的，数据局上的用户大部分是送数，加微信的讲给微信的用户是全球什么，什么什么，哪能牛的哪能没办法的不？做不长久些数，特别注意新的不，他把人不是给微信的这边留的送包哦。 善知识的类别有四种：凡夫善知识、诸地上菩萨善知识、化身佛善知识、报身佛善知识。这些也要与自己的阶位相结合。当自己是初业者时，唯有依止佛陀或诸地上菩萨诸善知识之能力故，应依止凡夫善知识。当自己的业障基本上得到清净时，就可以依止诸地上菩萨善知识。当自己处于上品资粮道以上时，就可以依止化身佛善知识。当自己处于地上位 时就可以依止报身佛善知识，如是逝者之中何者恩德最大呢？我等最初住于业余烦恼的暗室中时，上位的诸善知识尊严亦不能得见，同患依止。由执欲凡夫善知识，以彼语言明灯照亮道路后，将可以执欲上位的诸善知识，因此其中恩德最大者即是凡夫善知识。宣说彼四种善知识的法相。 佛陀有断除二障故，即是断圆满；由正得二智故，即是智圆满。诸地上菩萨，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种种断合智，特别是住八地以上的菩萨，具有十种纯熟摄受他众的自在力，即命自在如是心之具业受身解愿神。 神力智和法自在，其中命自在即可以随意住是心自在，即能随己所愿入于平等三摩地；持具自在即可以在诸有情降下无量资具，增宝与业自在即可以将诸界地众生生处其余。 分为感受业转作其余，受身自在即可以住于禅定中不退转，能于欲界受身于彼处受身后，彼之过患亦不能沾染解自在，即可以随圣解转变地大和水大等愿自在，即可以随所娱乐而发能圆满自他二力之愿，并且现前成就神力自在即可以因众生希愿故而示现无量的神变智自在，即可以究竟通达法义言辞和辩才等法自在，即可以与任何众生前以其余或诸于民生俱生和闻声。
安利金等法也，一时也同一声音声言法，而令相应各自语言之心皆得满足。凡夫善知识的法相，可以具备八种功德，也可以具备四种或两种功德。其中第一种，如菩萨地云：若具足彼八相，应知即为圆满；具足一切相之菩萨善知识，云何为八？即具足菩萨律仪，广闻菩萨法上具有正悟，具足悲心，无有畏惧，具足安忍，亦无疲厌，善于言辞。第二种，如《金庄严庄严经论》云：广大及断疑，堪持显二性如是之菩萨，为说法圆满，由多闻故而广大宣讲，由智慧大故而断除他人疑惑，由作善丈夫业故而堪持持具，并开显染污和清净两种法相之真实。第三种，如入行论云：舍命亦不离，善巧大乘亦安住净律仪，珍贵善知识，即精通大乘法义和具足菩萨律仪。得到了这样的善知识后，依止的方法有三：由恭敬诚实而如何依止，由虔诚信受而如何依止，由精修行和勤勉之门而如何依止。出者分二：由恭敬而如何依止者，即要做顶礼迅速起立，鞠躬转饶，以眷恋心事时耳语，以无厌足心一再瞻仰等等。比如商主知止善财，如何依止善知识？一般省华树庄严经亦云：瞻仰善知识，应无有厌足。彼何以故？诸善知识者，乃难以得见，难以出现，难以止欲故。有诚实而如何依止者，即以与法相随顺的食品衣物、卧具坐垫、医药珍宝等，亦不顾生命的去诚实善知识。譬如上提菩萨如何依止善知识？一般得生传亦云：佛菩萨由诚实善知识而获得，以虔诚信受而依止，即于善知识做佛想，对所宣教对所宣教言无有违背，升起仰慕恭敬和敬信。譬如大学者那罗巴如何依止善知识？一般般若经义云：汝应于善知识勤勉的升起恭敬、珍视和敬信。此外，对于善知识方便善巧的行为，亦应如是。譬如火王的传记：一般由修行和勤勉之门而如何依止者，基于彼善知识之法，由文思修三门而修行，勤勉而为，这将令善知识极为欢喜。此亦如庄严经论云：依所教修习，彼令心欢喜。若善知识欢喜，则将获得佛果。得生传亦云：由善知识欢喜故，则可获得一切佛菩提。向善知识求法时，也要以具足加行、正行和结行的方式而请求。扶此加行，即具有菩提心而请求；正行，即于自己升起病人想，于法升起药想，于善知识升起医生想，于勤勉修行升起疗病想而请求。结行，即应断除如同负气、漏气或毒气的过患。依止善知识之利益，得生传亦云：善知识善男子，善知识清净摄受之菩萨，不会堕于恶趣；善知识圆满守护之菩萨，不落恶有之手；善知识圆满护佑之菩萨，不会于大乘法中退转；善知识清净摄受之菩萨，将超越一生地。般若经亦云：善知识圆满摄受之菩萨摩诃萨，能速即证得阿罗三藐三菩提。妙法如意宝解脱庄严论第三节：依止善知识之理中。但是你说呢？但你搞不了，各位亲呢？다 개회신이 고르마보지 가르다 치니 개회신이 기치니 대삼조르니 기관의 댄수 다데 개바송여 베임베레 딘데 인주사네 다데 개회신이 데 어다도 문겐 데시안 르미르소 다 딘상 양추 Number 3 gave it surely a Gamuchini interest. Draw you ding a Gamuchini, Kashegi, Sumzu, Senna, Koranzu, Duzu, Kandedos, Kandedos, Shivina, Kuzun Duzu de Number 3 gave it sure, Samarata, Chug, Niluan,
좀 전에 내게 들라 나랑 가보였어. 이나야 잠주 쇼미스 잠주 잠주 채네. 잠주 채야돼서 데려도 스카스로야다. 이제 룩스웨르 붙이 다음 초가를 붙이 안 오도스. 이제 뜻도 증명했어. 아니 라마 댄사 뜻도 증명했어. 수수기 이거 남북상의 위치를 좋아해. 텔레 수수 결계면에 간도도 로존세 대냠리세 계승에게 되는 잠주야 마슈 진짜 마셔 전에 미상고지 상바상보 선물보다 양보세나 잠주 제발 잠주 중에 되서라 화가를 찾나 안티 비 미시지 양보지 말베스다 디디스니인데 다 용되게 유타 마드레 인주산에 다 구조 숨게 나네 쉐르 계속 주고 인사 솔직히다 상계는 긴준의 미세 계속 조사다 상계라 다 미세 이제 조철 계속 되는지 계획신인 대사로 잠주 제사로 되지 지금에서 내세인데 디자인이 어디야 所以呢，在这一部分讲到的是有关善知识的法相，特性，以及如何一直善知识以思维和行动的方面的做一广大的这个解释。所以对于这个善知识来讲的话，现今在现阶段，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对于佛教，有很大的兴趣。 这样说，也就是他们会想说，我对佛教是很有兴趣，我对佛教的真理以及佛教的教理，我很感兴趣，我也对这些表示很欢喜，但是我不想去皈依佛门，因为我觉得这个皈依呢，它只是像是一个传统，只是一个仪轨而已，所以我也不想去一直上师，我仅是只是想对这个佛教表示。 表达一种敬佩，只是对佛教心生欢喜，只是觉得有兴趣，所以我想的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尽自己的力量去自己修学自己学习。我不想皈依任何人，也不想皈依三宝，我只要手持守护这一份善心。那么我觉得我比那些说皈依佛门的人更为殊胜，这样不是更好？很多人都这样说。 他们也会说，在三宝之中，我只一直这个法宝，其他的佛宝和僧宝我不想去一直，我要主要一直法宝，然后也不一直上师，也不想做任何的皈依。大天呢，没事。 但这个要的要买的三十斤，明都得了。但因为呢，三木东瓜就搞的要的是啥呢？别别吃啥呢？嗯，那么就俺就变成前边说的那，那是去去的那泡面呢？俺就去给搞出来去，印出来就差价当，他那些给贴，就是难带呢。 面具看这些我都得罪难带的，所以给面子不就最低一些，看出来的，嗯，说，你，说，给这内说土话的，内里教徒的就不是用过来，拿着情绪的呢，拿着钱不就，本来就拿着，哦，西西子钱不。 但是这个别呢，拿着，别人家你给拿着说了不等的当，俺大人心里提了说不，大家都拿着，现在钱不得的跑为米呢，等等俺就，俺们就是等我吃个的马刀白给，俺就叔叔几辈的呢，就那舅妈什么的，那他们都是这不能行，叔叔给最后他干了干不下来，这里的年纪，别每个团里啊，钱都讲不起来不是那样的。
체도 롭종 체바 디 체도 텔라베 케버도 파베 냠네 유에 댕게 가사지 댕과 르비시 당 텔레야 안더 차기엔데 마손에 가도 가르쳐야지 차기에 채야지 고 여버디 세브시다레 아 다는 신기 최 냠네 체베가리네야 체도 체도 지 셈네 지 펜버르드데 지수수기 롭종 체네 내금 내금 지 셈네 펜버르드 셈네 지 예수 태베르드 데지기 이미나 나버리 이제 용스이버주제 이베나 최기 펜도 차상을 제야 다 최기도 미유르디 다 최기 펜도 차상을 줄래야 지당 띵 추부세는 다도 다야나 지 다 최기 미유디 타르베 공방세는 다도 다 간다 내거기 지 가서 내가 그 대디기기 그 초아 감모 대접시 모임바 오늘 지 가서 대기스도잖아 남아상기에 난 대기스도 초아 접시 모임바 다대표지 온도언접지 온도서 말하고 다 간다 realization the state of mind 소머로 다지 심기 내세로지 대기사의 심기 내세로지랑 에너지 심지 고방서만 다 든지르지 전도 녀거나 전이 지비기 엔 별로게 나는 신기 퇴삼지에 집이 평가하마네 다 되는 예버도 뒤토알이야지 냠냠도 체도 장바이베 개회신이 사나다도 최소하게 다 초보 상부지 든지 댄시 대충 대로발라 되네 안수수 이제 다 간다 미유 야심부스는 라도 미유 럽쳐 되지 주야기 특히 제과데 다 개심 차디 아래 제자한테 섬샤과데 개심으로 섬 정리 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呢，我们无法评判它的对或者错，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维一下。比方说我们得了感冒这样的小病，我们就会在网络中或者是在书中去搜索该吃什么药，该如何去医治，我们可以自行的医治，找药吃，然后自己就能解决这些小病小灾。但是当你得了一个大病，得了非常重的病，譬如像心病这样的很多疑难杂症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自行解决，即便是在网络和书中我们也找寻不了，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投奔一个医生，因为这些疑难杂症无法像小病小灾一样可以立马就可以医治，立马就可以见效，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寻找一个专业人士，一个懂得医治这些疾病的一个医生。所以呢，一定要具足这样一个助缘，我们才能从这些大病之中得到解脱，才能有所好转。同理，在修法的时候，有时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在这样看书修行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会有觉得有一些效果，也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有一些感应。但是佛法的所有的利益是无法呈现在我们心中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可以依靠自己的自学打下一个扎实的根基，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当然我们的最终的目标都是获得解脱，但是这个最终的目标的这个解脱并非是只是像现在我们所得到的暂时的幸福暂时的快乐这样，只是一种感受，并非是这样。佛教之中所讲到的幸福并非只是一种感受，它是一个心的究竟，并且也是心的果位，既是心的本性也是心的真理。所以这些真理究竟和本性是我们无法从自己就可修学看书就能懂得的，也很难证得这样的佛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依止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上师，或者与有经验的善友去同行，让自己成就这个
最终获得佛果获得解脱的这个大目标以及大愿望，所以我觉得要将这些记在心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拉巴多给我心里马点钱就说说说来干什么的这就当说说说已经下的亚当要不来的因为呢卡些这个大干什么等着钱的当阿杰的什么差钱所以 narrow minded 什么的什么不是多么的差钱没想到得罪的时候没想给所以得罪嘛都没想给等着钱的应该要的다른시안가시에가서딱얘기쌤기깨서물어봐쌤그나로를다깨지시깨지는들려니네서물어봐쌤그자서물어봐가시에지고쌤그나로지깨네다운도지수도와깨지는시에도지사운드지깨지시다들려니지도사갈갈리갈리근데뇨바샤는인가알다너안되지쌤그나로잠깨는잠을지다운드산들려비이제시엔지디기这干什么？干的这些呢？这尿不湿着啊？个人家有用的哟。这张头大头多的，俺就能去干什么要的啥呢？对呢，干什么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什么了吧？对中基，你对吧？所以就是呢，俺就新郎个月经忙不起来锻炼有的吧？俺俺就到到这绿草的呀，新郎个月经忙不起来锻炼有的呗？印度啥呢？哎，我就确准备搞了一面呢，其他个语言忙不起来对呢，确的，他这边中国人嘛多呗，我这边就全是个人，我这边全是个人啥的，这些，搞来搞不起来了。其他个语言，顶着这个得了，我就个，可不 ，respect 什么的，可不要把当，得做了要不就搞出来，咋全部，该全部都自己。第二个，其他个就跟顶这个桌档子说，哈国外拖呢，伢们吃呗呢，那些呢，伢们别他吃不着的，凭什么吃吧？伢不只用个三百多，这成都，那这到底干嘛？甚至他们的民族大干嘛？甚至你说怎么的不成都？当然，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不依止善知识的这个观点来讲，我们有时候当然会，觉得自己相信自己是一件好事，但是自己太过相信自己的话，同时也会心生很大的骄傲，也会出现一些自闭的状态，心里也只容得下自己，所以，也会有的人会说，哦，他在听自己的声音，听自己的一个心语。他们总是会说心中会出现一个声音，然后这些声音会可以告诉他该怎么做，不该做什么，然后这样慢慢的，老是想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发出的声音被他所支配，这样的话，慢慢慢慢，可能我觉得就会出现，一种像精神失常，也有可能有发疯的这个危险。所以呢，不要去听由这些自己的心语及妄加判断。总之呢，有的人就会依靠这样的心语，然后自言自语，最终慢慢的变疯。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依止外在的一些因缘，才能让自己升起心中升起真实的佛法。当然呢，在外在的因缘，我们一定要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缘起的这个理论，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生命继续下去，我们就必须要依靠很多各种不同的内和外的因素，内和外的因缘，这样才能让我们很顺利的可以去修法。所以我们一定要具足这样的缘起，我们一定要尊重这样的缘起，内外的一切因缘，着重的去修行才能圆满。现在还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大天了，공주분한시립시다가르쳐야돼다기회시니땡겨봐대개치부인바다땡배편유마대배님이땡배수다조다가르쳐대회기회시니승이제
我提出来点别偏远，马点别人民，但呢吃的点别粗，大汉的屯子那么些过来，建国十年的不是对等面多少，就是成都。那那么正如之前所讲的，我们要懂得抑制善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个善知识的这个段落来讲的话，主要分为四个段落，也就是善知识的性相，以及抑制的功德，和不抑制的过失，以及如何去抑制这四种，来阐述助缘善知识。다디급리야다베타겐급들이야로메시니개바수요마레텐제로메시니개바마데마데가라사나콘도니리드베게뇌사렌라도루심기다텐주르니가텐밀루리지수베급리야루심기텐푸숨소바시껴바순수민주사안에디왕기달로메친일도바지디남둔로게여름치달로마디조디엔텐줄기최저기상와당은대딘도구조숨도디버친불라야도도메베대바예바나딘디지마타야디구예베임레스所以在现阶段，也就是在这个解脱庄严宝论中，并没有太多的讲解弟子的性相。那么为什么不会对弟子的性相做一过多的阐述呢？因为那是在之前所讲的，在修持人天善道的时候，也有讲到弟子的一些性相，以及在新生的所依之时，也讲到了弟子的性相，所以弟子的性相已经归纳入了前几段的部分。那已通过讲解十八种侠满难得的人生，以及最次也要对三宝和大乘有很深的这个信念和信心，这些都是弟子的性相。得了呀，唐波，达拉美七年的修比比达，这当个拉玛萨的，达拉玛什么的，给位新年生日，他过年只能给位新年了吧？送入记忆的大车的给位新年的，俺的呢？其上啊，那多吧，其拉玛萨的忙不用的多。但到那去，但能军，我就至少拿了拉玛萨的皮具，忙啊，当地的说吃过来。那邻居啥呢？但拉玛萨都搞死过了，是吗？拉美的阶段的，那亚给过了三斯克，搞了太过了节度。三斯克的个，那这里啊，guru。Guru 是多少呢？那再来啊，等于 command。Guru 几万了，是几万天的 Guru 是。我们啊，出去个多少呢 ？Guru 几万了，是多少的？几万啥的？要不就我们是 Guru 几万了，是。深圳几万了，是啥？你说的 Guru 几万啥的？呀，弟子讲说啊。这差不多学问的跟你说是原点一句啊但多呢让给老那空的老那的空配的抓让给搞出给外给老空配的抓了没得没容啊去各位银章请你拉巴怎么行拉玛萨的参库让给国土人说的请你拉巴怎么行拉玛萨的肯定给我多多去请你拉巴怎么行拉玛西贝称咱们的爹娘啊是哈国土的刚才是拉玛西亚顿大地他养阿给的车比人古鲁西亚的计划是计划是计划是计划原定一哭的计划
原点全部是不是原点吧？嗯，那点结果全部是啥的？那么古些家伙原点吧？给了两年也原点吧？你给真明白切？你搞不了原点全部是啥原点吧？原点看的叫真是的，可啊！伢那票价给往的十倍一米呢？那么是多少呢？那能买吧？我们空了买吧，是我的。可是说呢，原点让你来原点当居住托儿，真的是够啊的是。那么首先我们讲到这个上师的形象，所谓的上师的形象，一般来我们在经教称之中会讲，会运用这个善知识。那么在密咒教，也就是在密宗的时候会用这个上师，那大多数都会用上师这个名词。在社会中这个上师的这个名词也是非常的普遍的。那么在印度的这个梵文之中，称上师为 guru， 也就是至上，非常重要，很重的。这个很重，有一段记文，里面有说上师非常重之重。在藏文之中，我小时候我就会念诵这个 guru 很重的时候，我就会把上师的重要性跟动物的粪便这两个的名相上会有一些一样，所以我都会念成是动物的这个粪便这种。所以呢，所谓的上师之重，就是说在上师的功德非常的重，深重。然后是，并且，这个善知识是让自己的善心可以增长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缘。当然在我们可以在仅仅在上师的这两个字的这个名相上，也可以大致的了解到这个上师的形象。所以在印度梵文之中的这个上师是很重的这个意思，也就是功德很大。当然这个很重并不是说上师的心宽体胖，身体很胖的意思，有上几百公斤的，并不是这样，而是说上师在功德之中，非常的重，非常的深重。在藏文之中，上师的意思也是在无上，也就是在其之上无有更大的功德者，也就是说最次这位上师也要是比自己的功德更为殊胜的一位师父。네다개회신년세주사네다신년사대가르사는자시야신년세주사네에네소소드베샘타니우유대바응다드데기가르베자시셰베년사야드르베자시셰베년세주사네소소다샘타니우유대베게년더와년세남유아주빈셰디솔야년스거바다이네타지도샤차그제버주베빈체미네야다샘다니브유두사네딘데가토네지니엔담자와유데와나드네게시니스다데린듄데레야에네게웨시니스두사네지금샘게와라게웨로나게웨게로나티샘게와라게웨초르티니게다딘데게자시시야딘데지고단도나게웨게초보암这是错误，你咋去写吧？那你这个呗，一些绿土给它错误，你把可惜这里啊，提到了老难给外抄了提图呢。那你这个，你这里那给外写呢，他把证书呢，不是你这里写查。那么所谓的这个善知识，在藏文之中所讲的这个善知识，知识就是和自己非常的靠近，也就是和自己的心非常的亲近，非常的和睦，就如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像亲人一样。虽然跟自己并非有血肉的关系，但是他心和心的距离是非常非常之近，所以称为善，所以称为是知识。然后善就是说将您的心带到善处的，带到善的地方者，就称为善知识。这比一般的朋友值得信任的一个至交更为重要，因为它是在以及生活以及佛法上的一个非常有助于自己提升自己佛学造诣的一个善友。
这个第一给我新年下的吃的米餐的给我做了初期呢给我新年点档的肉质给我做餐怎么点的全女儿的生活都是别让我做超过是点名的所以说肉都不超过是名的点了我做肯定是这么吃的是吧那第一大地给我新年下的提脱了让我给我超市听见记得日记不记过가르윤댄차지퇴바세난다눈배는두수야래드린주산은옛날주스기에다라마상계통해서지금담담이가르쳐주소마시에나야라마디주소수의기로나기회쳐서진계에게정부상쉬지마루두트루두고정부지마드린지기바가르쳐에가라고군홍으로드린지기세드린지댄과하드계속딱간다你来呀，米的米不如个大白了，全部上学人不如去。等这几个，他全部上学人面啥，他搞的，他这个是很久很久的，俺就那么久很久很久的了，落地以前的全部上学了嘛了吧？他就说说我呢，语言的不记得，他那些的，这搞出来，平均，人际全部约的吧，他那些的，落地一些就你这俩略都超过四个了吧那就是给我信的你这块儿啊马到别的你听这个像我妈说的这跟着我们就写的你得做着了的人就算的那第一见过的给什么事情当然我们可以在善知识的这个名称上也可以了解到因为这个善知识这个名称也足以表达我们该如何的去依止该依止一位上师因为就像平常我们在社会中的一些至交的朋友我们是如何的去相处以这种相处信赖的方式再加上善知识还具足另一项功德就是可以将你的心带到善处的这个功德所以平时我们都在讲在经书之中经典之中和论著之中也有提到一定要视自己的上师如佛一般当然我有时候也会讲即便你做不到这一点你也要把这个善知识当作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值得信赖的一个朋友总之我们要记得从人与人之间人之间关系最好最好的朋友把它当作是这样当然我们不会说对一般的人说哦，这是我的好朋友这是我的至交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一定要对一个跟自己相知相识相惜的一位朋友走得很近的朋友我们才称他为值得信赖的朋友所以善知识也是如此那如果不懂得这样的道理的话那么就会延伸出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常常我要准备吃现在比如说给给啥给给是比如说等我的这地上给给啥的拉不得就拿来比如说等我的我现在给给啥的给我心里就拿出去过来唱的也不着给啥的给我吃给啥的给不啥的给我了给不啥的给我了呀你们永远的给给我了就说说了你们有钱啊那就有给我脱了呀就先用说说了钱了就有的就给你说按照印度上的具体事的那地给啥的不是地给啥的不用得多那地不是就是那边你们有学的给所以啥没有的时候就啥一下就是啥呢那我的你们有下月的不是这样的你们就给给的地给满了我其实不用得多大但是你就是当多呢当那看的几趟的现在没事呢他看的那么一年的给我新一年的给给一年的所以的就是托了这一档他看的所以马歇吧这呀蓝天虚实马格鲁南给格鲁南吐不起的但是你这个的
那么有时我们也会对这个善知识有另一个名称，叫做老师，也可以称作为师长，现在在学校之中也有在这叫老师之类的。总之呢，这个师长也就是说在善业的方面有很足够的这个经验，有很多的经验，称为师，然后并且是一位长者，我们会将他称为一个师长。然后在这个师长之中，我们也会有恶师和善师这两种区别。当然恶师也就是说在造恶业的事情上非常的有经验，连自己都没有做过的恶业他也可以头头是道的交给你，让你去做，这些就称为一个恶师。然后不管是善师或者是恶师，这两者的区别一定要是在善恶之上做区别，以及不管是上师、老师、师长、善知识，这些有很多不同的名称，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名称，但是都要是比自己更为殊胜，可以引导自己，让自己了解到自己不曾懂得的一些知识，并且可以为自己开示、教导，让自己的学习造诣可以增高增盛。다제레안치당긴라메치니레야단듀아네순디마긴듀아네순디야기상아도지티베발레야라메치니마도순아레스다이네껍들이야다람게르바기부숨게람게르바사나다도다아나티바심베람게르바사나다딘디지상게가르쇼딘디지숨베껍이미디껍리야但不记跑得对吧？那刚才听这几个拉美斯尼就过来的开心不来是，但不记跑得对吧？听这个拉美斯尼过来的开心不来是，六啊几步没有吧？啊，三啊几步没有吧？刚才听吧，记跑得对吧？拉美斯尼这样的开心不来，听这一句三弟的搞了的，啊，到底干个哪了？新年六啊，十万年十万元，但拉不出去弄个就听你的，多把马给的，这位等你将来帮了点算下的。가르쳐줬다남균다용자선한장도다댐버지파도튜베기라메친이무슨거아래제자디토는말라메친이도뒤지듯이쉬비나야보면도섬청기요那么在讲上师的心相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在戒律中，以及从戒律的戒律称，声闻的戒律称，以及到密称之中，我讲了很多有关上师的心相。当然也在现阶段在讲解脱庄严宝论的时候，有提到的这个三世父的道次第，或者是大乘道次第的这些阶段，那都有讲很多上师的心相。当然在总体佛教而言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现阶段要以总体佛教而言所阐述的这个上师的性相，要如这个需要如此的上师，并非是这个上师的性相只仅限于在这个戒律，或者是只仅限于这个密乘的这个状态之中，密乘的这个阶段之中。大次你给我十年这你简单的不打听这些你就算了打得了呀唐不得了谢你吃你的了吐啊你说洗啊你要洗啊打得给做喇叭送给你们来点给你们然后在讲解这个善知识的八种功德的时候，首先会讲到这个寂静调柔，寂静调柔最主要是以这个上师的性相的这个功德。大家来啊，唐不吐露啊，啥的做的，喇叭出这么个喇叭个，绿啊个，你就当把了点呢，心就吐啊，你就过啊。
首先在讲到这个 调柔身心的时候，也就是将一切身心的这个不好的状态都将它转变为好的这个状态，称为这个调柔。太阳轮啊讲不怎么几波没吧但是告诉你什么图啊什么讲不你就过来了那么就告诉你别告诉你另外这么几部片的马的是别呢西米起了什么的 cut 第二那边讲不要的当然讲不讲不别的时候的你那地就露水的什么 custom 的什么的也会给我们的起来给你喵喵给你的三呢就讲不的接不着那这一句三呢第一那另外讲不怎么行没吧什么推是过来说所以在提到这个身心调柔的时候并不说只是身调柔身寂静就可以了而是要说心也要同样的安住在这个寂静的状态我们藏人有一句俗话要说身口调柔的话那要真的要数猫没有谁能比猫更调柔了当然这只是一个俗语并不是广泛可以跟其他的说法相结合因为我们总是看到猫它在一边非常很温柔的在发出喵喵的声音的时候是非常调柔非常柔和的。来唐不发了呀拉巴苏米尼拉巴苏米尼呢拉巴七门尼不得。得定义自己拉巴的西北拉巴的结构的所以就是呢拉巴苏米拉巴的他给小英就是呢他本来不及。相对浪费难的，别呢，不穷穷的，是不长木的，相对浪费难的。养那就纯长木的，相对浪费难的。今天个搞了呀，上个个结巴柴呢，吃完掉了，民族巴当。等到那新个这没得哪位王伯了说吧，他说，等呢，搞出来这与老百姓说没说把什么的，最起码有一些与老百姓说，马上我南山太多，真特别怕高呢。大家两个就那么具体说的，大一看十几，看什么？大十几，大晓得吧？大了，看了你把这灯给我，这个人就是大概十几天不能行，等着这个真特别高呢，真出结果呢，搞不着，等着这个，大等着就是说的。那么初学者在讲到这个三学之中他会讲到戒学或者是慧学这两个当然这戒学是非常重以戒学更为重要比方说你出现了一个非常细微的想要杀害小虫的一个杀念或者说想要说一个很小的一个微弱的一个谎话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屈辱马上的将自己的心念定住然后将它拉回来将它收回来或者是你的眼耳鼻舌五根将要进入颠倒行的时候你要让尽量的控制自己不让自己进入这些颠倒状然后强制的将它收回就像我们拉马的缰绳的时候马的缰绳就是拴在马的口上的那个当它要走到另外一个企图的时候要猛烈的把这个缰绳拉回一样我们也要把这个自己的言行心都要拉回他的那修啊是就啥呢他把定义自己拉巴了定义用我把过年用就啥呢过年把了定义定义修啊是就啥呢什么难度内容就啥呢什么难度别告诉内容就忘不得是老百姓来民族吧本来大老外就不能行大的老外就难了就下为民了大的七楼了民族啊，或者那让我听那路念的有不能信，我的天能信过，他不定义自己，伢们来的天，伢们问过念就啥呢？人生的什么难度，卡确实什么难度念用过的，得了天呢？看出来的，王伯了说不，老百姓就没就把它用过的。
같이 융하게 변하지 토순 섬으로 섭섭시라 맞아 이미네야 섬기 띵네드네 가르르다 가르르 디스 컨트롤 네 갈아간섬지 가르르 예 왕도 귤투구에 베인 주산니 디 균젠데네 나말라 떼베이네 섬디스 튜어르지 용구이스레 那么在讲到这个寂静的时候，就会在三学之中谈到这个定学。所谓这个定学呢，就是三摩地的这个禅定学，它主要是为了压制这个烦恼，让自己的心在内处于一种安住的状态，以使你的这个五根不入这个颠倒的行，让当身口不谨慎，当不谨慎身口言行的时候，心就可以去控制它，并且让自己相较于之前更为寂静，就像马被圈养在马棚之中一样，让它无法到处乱跑。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定学，也让自己这个随处乱跑的这个心将它压制住，这样的话你的心就会向内收回，并且得到安住。다이네암텐데지고란투심규나말되네지가르르심규뒤에나말내에비네다데냠샤기갑로마도베제톱기갑려야시바유르촌로와로다야나냠샤르제도말므는지고다베네투투르슈냠레제베갑로이미나안갈라간섬지심규뒤된게야냠레텔레지중세당네튠섬기차와르쇼베갑려야야심규초정에르든데용과르네뉴스네라바시르기라발데네뇽모바차르제네뇽모바자와충진기츠드바빵네다네냠레치고다드린제레야녀워르시와셰베치기케버자와임레드네다텔레카셰가르숭고레스나라바띵인진기라발라상기기때메디베게드네시네기냠레고레스데네라바시럽기라발상계이데메디베하동기냠랭고레스제제데네수아레스다이민디데네디가라주가라가브샤르와디하동시네치니바다하동치니바게아사데가라가브르제데이비네하동데시네치시네다하동치니바메비네야테데지튠바다디초스도바다진디지기냠랭지여비네야바진드기아레스但是我们虽然比这个新的状态比之前的更为寂静，但是这种状态寂静的状态又只能在安住的时候才能这样非常的精进，而到了后得的时候又更加的放逸和散乱，或者是在入定观修的时候你的状态非常之好，但到了出定的时候又出现了迷惑和散乱，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需要依靠三学之中的慧学来以此来断除六种烦恼。当然在断除烦恼的时候，我们会在讲这个三学之中的戒学，它是为了这个修持这个止观，然后在修学慧学的时候，它是为了修持这个圣观，这两种观修不同。当然我们是无法圆满达成这两种止观和圣观的修持，但是可以同时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去修持也未尝不可。但是呢原点法王啥的还是送过来的是呢但是从个男的从啥别是小的他三个送从啥的呢还是送过来的是呢面包店的没大年就是泰格尔爸爸店的算了呢做的没他们投入的是他的这个送过来的他的还是呢让你面包就是让你用的面包店呢가르쳐뉴타바지용고말했어뉴타바지미용의띵도가르쳐서장기윤대공배도주기차를야마냠구도주아닌가그랬어
태가라 바바 때문에 소나 내서 비싸네 란다 윤디 냐버르지면 다 지버지버르지면 비싸네 미세기다 공배 진준들로 시라메 아마르스 조 때문에 담바 터버는 기르스 란레베 윤디 초도 규가 미디 야르다 셰서 섬으로 당 아주 남기지 미디 셰서 미디 야르다 셰서 단 도는 지 소송은 했네 가르쇠 에 다 자게 나는 신부 거부 사절에 다 되니 벽에 난 가르지 나올다 카츠 루츠 임다 오늘 니데 기부 담바디 오늘 소수 미디 야르다 셰사 답에 소수 오늘 전에다 가르쇠다 에지 아다 고치고 민도다 가르쇠다디 에 오늘 전에다 일로 쓴 바로 다 드니지기 강사지 드니지 공부를 했어. 当然，在这个所讲到的这个功德殊胜的方面，在佛教的经典之中有这样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如果一直 功德比自己更为低下的师父的话，那么无法亲近自己的志向去，别说亲近志向去了，更别说增长功德了，而且还会倒退，会后退。那么如果去一直一位与功德知识不相上下的一位师父的话，那么同时你就也不可能获得进步，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出入，已经不相上下了，也没有什么可好学的了。那么一直一位功德比自己更高深的人的话，我们平常都在讲阎王上观，要往上看的话，依靠一位自己想中文之中所提到的一位一直一位心服口服的一位上师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当这位心服口服的上师视为是一个好的榜样、好的典范。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去对才能去一直一位功德高深者，然后功德殊胜者，是让自己可以这位上师可以满足的自己的需求，在对佛法上、对解脱上的一切需求的一位上师。 단도나지 갑대 매겨놓으시다 소스 갑대 미쳐봐라 다 간다를 드리지 고유해버려 우마디 우마디를 별 드리지 그랬어 당봉에는 야배 민들 니에나 따고니버 초보로는 잡네 초보 잡네 무슨이니 다 소스 자는 갑대 미쳐한데 오늘은 학고용도 드네 다 신이 가르쳐봐라 딜리야배 다 개 인스타 다 오늘은 가르쳐봐배 당분간이야, 갑자기 짜네. 근데 신이지 갑자기 미쳐 지금 두산에 에너지 다 가수에 자세 자탕봐. 아들이 지금 구십세나 장도. 다 가들 이로 쓴부르고 다들 요한 디스로 쓴부자. 다 제래양. 지당기 윤디 장래 사고스 거래. 게디 디더 메네 마타야 at least 스마르베다 지 마타야 간디지 고르사나 라마데 템베게 고바데 라네 파워치 디르지 고르스 라마 코랑기 가르 옌덴데 라네 파워치 메베네 라마데 템베 고바데 라네 파워치 고르 디 균세 가르사나 조치 조지 반대 어디 시작이 라메트레야 조지 르니다 윤데 미냠베 윤데 냠바 마인베 라마든데 망고야르스 드네 소소야레 다나싱기 다 소소지리아 네 디 장골로르 타야라서 바디 즈기 드네 장골로르 타야데 장 킨서왕보 다디 즈기 드네 지 원유 主居新的什么业绩？温居龙居，广播的说，搞这个，搞什么的？你把老师弄被搞了呀？这里这个，我的，我的，这里，那有的，一个是啥没声音？这里搞什么？一个没声音？
다들래 아파 이기도서 판 되네 가르쳐 이기도서 판 되네 아주 럽네 근데 진대지네 가르쳐 롱슈베르사 근데 기저아레 근데 디서로 된대 답보모 있는데 윤대라고 마레스다 캬바데 유지 말데 이빈에 다 간다 디서로 된대 단 돈아 가르쳐 라마 텐제 라마데 시제샤네 윤대디 라나 라바지 메비네 뜻때만이나 고바신 첨부지에 대비지다 표현 첨부에 대비지 진짜지에 비이미냐 고때는 중고아레스 어디서 那总之呢，一定要说是一定要找一位是自己可以心服口服，没有挑不出任何的可以。 比方说两个人打架吧，是两个人打架，如果一方面打输了，我实在没有坚持对他佩服的心服口服，五体投地的时候，然后之后再也不敢去挑战他了，要像这样把他并且去尊重他，以这种方式。当然，比方说我们自己，一定要找到一个比自己功德更为殊胜的一位上师，但是如果实在不行，实在找不到了。 即便是你一指的上师功德不如你，但是你一指上师的方式也要更加的殊胜。也就是说，一指的上师虽不殊胜，但一指的方法一定要殊胜。比方像以前阿底迦尊者，他也曾经一指了很多与自己功德、知识相平等的上师。 而且还有蒋公仁波切以及蒋千曾仁波切这些殊胜的大德，他们在求受这种很殊胜稀有的这个口传灌顶的时候，有时也会去向一些老态龙钟的这些老者的一般的农夫这些去求受这个灌顶和口传，再加上这些农夫也不懂文字，也没有任何的学问，但是他们有这样的口传和灌顶，他们就会对他们去求，然后先将这些 口传上的文字念给这些老者，然后由老者再重新转述给他们听，以这种方式得到口传或灌顶。当然，在这里并不是瞧不起这些老人家，主要是在阐述，当你所依止的上师并无功德的时候，如果你在依止上师有很大的利益，和功德的有很大的利益的时候，也同样可以依止一个功德不如自己的一位师父。 大家呢，有点拉不住尊敬啥的，尊敬啥的，尊重的点不啥的，但同那多多尊重啥，过的搞不得了，抓也点不起来，苦苦要的呢就啥呢，先端起的拉不住，老没端住不了呀，抓当结吧，天天是抓点不远的，但这是苦苦要的，天天。 你那老板说，龙给出不塞，龙给出不塞的，看来啥呢？等你什么了？说白了，等你开吧，当，等这个这个狗主给咱们下加钱不钱呢？谢谢呗，等这些米呢，老多多少钱？老多少钱不到头吧？伢那呢，伢龙给出不塞的，通给推给了不？钱不要的吧？等这些。 因为搞定有了，说吧，就是了呀，通给推给，全部有的吧，就是这里关于这个有的。同时在讲到功德殊胜的时候，这个上师他也要具足精进。 所谓的精进，就是其中一个含义，也是在讲一份欢喜的心，也就是对利他的事业以及对弟子的事业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欢喜心，这是一种。然后同时还要懂得这个经教的教导，有很大的这个知识，可以通过讲、辩、注的方式来传达经教的义理，以及对经典有多闻。 多学的一些功德，这些都是上师需要具足的这个性相和特征。
다 드네 디니 랍도 도바 사디 디니 랍도 도바 사디 다 랍난 돈이 무슨 도와 되지 대마주나 돈이 든지 거는 도바 사나라도 제바 돈이 도와 되면 대들 마주나 드네 이주 이거는 돈이 도와 되와 다 대야 마주나 다 롱르 이거는 돈이 그지 가서 돈이 사드레 레사로 就点了房子，龙日一过点了房子，冬日就苦死那张，那股冬日苦顿着不是，写的，他真的是，过来是他这样几档个，现在面前，嘛这，老马的车友搞了呀，冬日嘛到那不是这个的，啊，老汤搞了呀，他冬日的，看啷子嘛到呢，真的，老马来呀，这，其他没不着不是，那一句啥呢，他这个样，搞不有着。然后接下来是讲到这个上师一定要是一个证得真理也就是说证得空性，所谓的证得也就是说证得概念，这个空性的概念，真实证得或者是间接的证得或者是以逻辑推理而证得，或者是以信心而证得，或者是以在通过经典的了知而证得空性，而证得相似的空性以及对空性有所了知这样的一个功德。当然在这个上师如果在止观以下的话，可以以这种方式去教导弟子，但是要教导圣观的这个修持的话，那么这个上师如果没有真实证得空性的话，是不知道该如何教导弟子，是无法给传授弟子一个正确的一个修法之道的。다들은마켓에서마켓와마켓에서하되단두자다로마티스로마최시두스체베제최디스로베테가심규샘리아베가르쉬가르쉬다치고란제자샤데그래어다티지샘리아샘소르게토바람사나지데레야오네가르쉬네르제드즈칸라칸상바나데레야테다도바지가르쉬체베마마체르즈나체베제당다나신치드윈디즈심규쿨체와섬레심규쿨체와덴다나신게샘리아다티사인데가르쉬무브섬르베다지샘리아응규여르응규여르쇼셴보돈드베르제르지파지고유타接下来是这个善说的功德善说的功德也就是说当上师在说法的时候，他所说的一切教法都恰到其处忠言以及忠听然后处处可以让弟子感受到是对自己的无私教导，对弟子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呢弟子也有所感应，然后上师通过宣说的这个方式，然后上师通过宣说的方式以及通过文字的表达让弟子们有所认知并且弟子的心也有所触动和感动。다들은종의방법제와대시에사로다제와시주사네니구로롱주에라서발미다와다로마레야지리샘제양구에서로마레참니지구롱기구니라메고니최대마니지구유사네종의방법시주사네유링부당양의양도최최발라서발딘데게다까지수요통계니지구유자那么接下来就讲到这个爱心，也就是慈心就是说上师不为八风所动，不为了这个财富，不为了地位，
而只是一心一意想为了让弟子从痛苦之中获得解脱，获得救度的之心去教导弟子。之后是克服万难，就是说在这时候弟子教导弟子的时候，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历经艰辛万苦，让弟子获得解脱。哦，他听这个当多呢，拉巴苏姆，那他的提来说吧，当多呢，让你给人聚了呀的，让什么什么的，让你就透过个云点才能长多，人聚了偏偏个云点出，先接触这边个云点西，那云点就什么的，云点就是的。人居三代，云天主地，先年绕了呀，云天的主啊，唱吧。那但进了呀，这个，七个。他进来呀，他芒果树啊多的，一绕了七个，等人那边西家的，等人街下的，这芒果是，等人马大看那边去干什么？等人唱过嘞是。他进来呀，云天唱完啥的，他们这对的云天的唱完就干了好不严肃。没谈起来对，他刚才就说说人意了，没谈起来对呢，实际上，他和喇嘛弟，我原地唱到的，俺被喇嘛叽叽叽的进来，被对呢，他和看人民都啥说了去，听得见了被谈起来对呢，我被原地唱的给休息，开不跑不啥子，干了好不累死，他的，他说说人意了，他，既然原地唱好可惜，他说说人意了，我那天呢，他说他这。他说他这让给纳税了呀，其他人呢，我提了对呢，轻一点嘛的，下火了嘛的，是他们这里对呢，轻一点嘛的，下的下的，可能好不起来是，是不是他们这里对呢，轻一点嘛的，下的可能好不起来是，他说是纳税了，但这个多少呢？那把这地内的就拆下来嘛的呗，你是不是他们这里对呢，下的可能好不起来是？那么总之我们在讲到让自己的心获得功德的时候，在讲上师的性相，然后上师第一是利益自心的这个六种功德，以及摄受他人的四种功德，加上来基本上要具足这十种功德。当然这是相对于这个上等的上师心相来宣说的，上等的上师心相必须具足十种功德，或者是也区分为八种，等等。然后中等的上师，他要具足一半或者五种功德，这所说的这个十种功德、八种功德或者是五种功德，并非是在说相较于其他一切所有一切人，他要成为人中狮子，或者是要从所有人之中脱颖而出一位佼佼者而去抑制他，并不是这样讲的，而是说当这位上师所具足的功德就如同自己所亲眼所看到的，自己所觉察到的一样的，他也具足这样的功德，只要觉得这位上师具足这样的功德，那么你就可以去医治他。大凡是天天的不行不咋，啊，天天的不行，他天天就过了天天干出来他去，他不是天天就参加，不是就是来什么什么都，他天天，我他天不是，所以呢，就大概我觉得大概讲这么多就应该可以了，那么就此打住。